有种来个紫色的、啊。好像没有人在开呢，紫色的，哦，红色的，哎，可以停的吗？紫色的，哦，两个，干这三小，这么好点，三中二，是不是真如我们，是不是真的几率那么高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齐天大圣来了。来，再做个两个。有种再两颗啊！你妈的，有种再两颗，有种再两颗，我就不关台。再两颗我不关台。你有种，哎、欸、干，那真的有种！哎呦，差点不能关。扯起来，扯起来！你不是加一，你还把他点爆、哦，你也太狠了！你这个男人也太狠了！没有 TJ 你就把他点爆、哦，你这也太帅了！起码带在身上带一下，有种出纸啊！紫色的，哎、欸，你看第一颗暴力100%、啊。有没有？我连三个账号了，第一颗暴力都100%，有没有看到？我没有骗人吧？所以是不是只要换一颗就好了？这么好开、欸，奇怪了。两三个账号了，第一颗都是浮石，有种出紫色的，紫色的。这个机，哎、欸，它几率应该是可能工程师有问题、啊，有两颗嘞，你五蓝对不对？那、啊、我怎么一直哄？有种赚一颗啊！你他妈有种赚一颗啊！啊，没了，正常了。看傻眼，三个，四中三，来三八。我现在撞吗？干！再撞都太扯了、哦。有种你再撞啊！有种再撞啊！啊，没了，两个。紫色的，哎、欸，又中了，再一个。有种再一个。哦，这一发就比较正常了，三中一啊，那也不错啊。三中一好像都不错哦。跳个紫色出来。艾欧丁教堂会比较好开啊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听说艾欧丁教堂比较好开、欸，要不要去看看？我看很多人在那边开到紫色的，一堆人在这边开，来来来，我来踩他们。听说很多人在这边开，但是那个是他们的幸运地啊，一堆人都在这里开，是谁？这边会比较好运吗？我是不信的、啊。来来来来，紫色的，真的紫色，哎、欸，这里真的不错哦。我信了，我信了，逸仙哥，哎、欸，难怪那些课长都来这里啊。要处理哦，蛇法了，这在蛇法、啊，好像在二区啊。干，真的要处理啊！操，这个 ID 要开啊，你自己去处理。ID。